从小就学这个吴祖全，师公是新安人啊，我的师父是我的叔叔啊，学了七八年，我的身体啊这个健身等很好啊，我起这个见义勇为的作用。本人今天到台湾第三届武术比赛，我带过来39个运动员参赛，当地我们皮染县是南宋的时间，我们武状元13个，现在是全国武术县，我们皮染县是全国武术县，我在皮染县96年办了平阳武术馆，研究室我办了第一个带武术、哦、带身体，这个你锻炼身体是好的、哦、带身体很健康、啊、不管是男士女士在锻炼，一个没有锻炼有锻炼的一个身材人才、哦、气氛都好起来，说没有一个锻炼天天坐在办公室里，他那人走出来走路，一个练武术的走路，一个说话，他气氛很好的，学过武术人。我们浙江是一个经济发大陆最最佳经济最发达的地方，各种武术运动兴起也比较旺盛。这是陈会长几次到大陆邀请我们到台湾参加比赛。所以我们大陆同胞为了促进两岸交流，增强跟台湾的友谊，这是我们大陆来了好几代表队，温州一支代表队，还有平阳，还有杭州几支代表队。我们是内蒙古土右旗武术队，我们这次受陈会长的邀请来参加我们台湾武术大赛，我们共来了14个运动员，参加的项目有形意拳，还有茶拳，有太祖拳，哎，各种器械吧。这次我们来了，是主要的为互相学习一下弘扬中华武术。这个土右旗啊，在内蒙的土右旗是我们内蒙的武术故乡，算比较这个武术是很传统的。也是很古老的一种拳派。咁今次嚟到台湾咧，咁啊见到台湾呢个世界杯嘅武术大赛咧，非常之成功啦，同埋非常之多人参加。咁我哋亦都好开心啦，可以同中华台北嘅同胞一齐去交流武术。咁啊，希望我哋嚟紧咧呢个武术咧可以百花齐放。咁同时嚟讲，我哋咧就为咗推广呢个咏春拳呢个武术之外咧，我哋嚟紧下一个月喺八月嘅时候咧，11号我哋仲会喺台中市嘅宏光科技大学入边咧，我哋去推广呢个咏春拳学呢个武术嘅，希望大家踊跃参加。